63蚊就博德威啦，靓当加92蚊，全德胜咧十倍落到87蚊。随时预备起步，预备。呀，底部嗰阵应声弹出德运宝系相当之快，靓当加亦系唔慢嘅，中间上出嚟几多甜在心头，带我难咗全德胜。然之后跟住就创佳绩啊，入边仲有啊翠妙星，中间仲有靓当加。再一个马威之后，跟住就系宝树多赢拍咗一齐，仲有博德威入边就金太阳啊。然之后就系包装福星啊，包福星拍咗一齐，仲有奇异福星啊。四个马威之后，跟住就系不老英雄啊，包晒大美哥就系糖果精英，佢哋头马超过10个马位嘅。啱走到对面直路前面方头，见到德运宝货出头半个马位之先，领先全德胜守住个第二嘅。一个马威之后守住第三，外边嗰只系创佳绩，中间就系不老传奇，然之后就系翠妙星。再后啲跟住先至係靓当家，然之后入面就大满马金太阳啊。金太阳拍住外面仲有博德威，大外栏仲有甜在心头，然之后就係宝树多赢。宝树多赢半马位之后，内栏位置嗰隻包装福星，外面奇异福星啊。尾位置不老英雄喺晒尾，依然仲係糖果精英，佢哋头马超过10个马位嘅。好啦，转咗要摸半个银禧湾前面放头，扯进扯走仲係德运宝火出头4/3马位之先，领先全德胜守翻住个第二嘅。第三位外面就创佳绩，入面呢就係不老传奇啊。然之后跟住就翠妙星，入面金太阳开始上啦噃，最后啲跟住就靓当家，靓当家外面仲有宝树多赢，然之后就系博德威啊，入面仲有包装福星，后面仲有奇异福星啊，甜在心头啊，后面仲有不老英雄啊，唐国精依然喺晒尾嘅，真系只老约莫，仲有呢个200米左右啊，前面第一只特咗系全德胜，特咗开赛追，见到就系金太阳啊，系咪上紧嚟？而家先至见到嗰只创佳绩，但系最终见到仲有奇异福星嘅，前面全德胜依然领先，后面金太阳啊、创佳绩啊、奇异福星系再追佢嘅，金太阳跑第一，跑第二名应该就系全德胜啊，3、4、5名影啊。想啊，睇下究竟就系创佳绩啊、奇异福星啊，定系不老英雄啦？前面嘅全德胜咧，睇下样有机会赢，但系点知后面唰一声，我只金太阳飞到咁上嚟，大我拦住我只奇异福星一齐上喎。全德胜最尾几步力水就唔系剩翻几多噶啦。全德胜就斗紧呢个金太阳，金太阳跑第一，全德胜系第二，3、4名嘅真系影响上奇异福星定系创佳绩啦。哇，都好精彩啊！成排啦，一隻拖四隻，系咯，一拖四咁啊，过终点嗰下，17，好似六定十咧，好似十，好似点先跌啲咁啊，真系。不过今日都系会眼花，睇清楚，睇清楚系，好近啊！哦，最尾几步啱啱好，金太阳。不老英雄都冲得几劲啊！出嚟喺上面，喺出边，连不老传奇都唔系好差，系咯，一齐醒咗啊！1:38.2，有啊，又今年啊，又金又银啦、啊，金完啊银，银完又金啦、啊。永泽，仲有一样嘢啊，我以后都唔敢买啲24蚊啊！都话你，好大風險嘅香港跑，唔係我真係唔知道佢真係咁熱㗎，即係我自己 set 個賠率就我覺得啊，31、32蚊我都起碼啦，係嘛又見合理啦，啱唔啱先？點解咧？沿途去到對面我都已經驚咗一半。又係內欄年年開心嗰啲，佢跟住個前年開心嗰種。嘉華，你睇下佢跟住嗰只係不老傳奇嚟㗎，會驚佢吞落嚟。哎呀，估唔到竟然有一個變數。今日不老傳奇咧跑得好咗好多啊！系啊，唔知第五定第六啊，翻到嚟好近啊！我直情会谂啊，我哋咁样跟法弊啦，会唔会喺转弯咧未入直路前，你已经俾啲马会冚？系啊，我真系咁谂啦。你冇位走喺嗰个位系咪先？真系唔系话小夸张啊！呢只我过到第三关嘅马啦，但系我都真系惊，哎呀，我以后唔敢，又唔敢，下次就唔记得噶啦。唔系啊，我现场我真系唔会话去即系咁大力推荐或者呢啲24蚊嘅，系咪？我同你都系有咁谂法啦，啱唔啱先？关就唔到，冇得绑住噶啦嘛。即系跑马好多时话揸你赢咗，你都知道自己有时系真系有运气嘅。其他就冇啊！呢場馬都好合理啊，戰果嚟啊，其實都係。犀利喎！嗰只奇異福星啊，真係喺個試集睇到佢。真係試佢真係啊，護身真係搏你呢啲嘅呢個真係。你睇下公鴨子，哇！呢度等到呢個位。哦，四秒星埋邊。睇下啦，哇！殺來再立，再太陽你又哇！呢度又等到嗰個位。同你客氣啊！你唔好以為熱門贏得出嚟啊！呢度啲冷門個個都虎視眈眈。創佳績都係啊，一路喺出邊走啫，不過。咁啊，睇下仁愛堂頒獎。唉，
密謀咗好耐，其實唔係密謀，呢啲叫明謀。嗯，做咁多嘢係啄住呢場嚟跑，結果都係緊計